我跟你说，这可是姚局长、姚大爷的场子，你搞搞清楚。喂，姐，这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呢？打电话给姚局长，快去。哦，好。留下几个值班的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，快。老板娘，给我们上点好茶啊。哼，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，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？走。不是，哎，谢谢小翠。哎，上好茶。哎，怎样，哥们儿？哎，一会儿下班喝点去。可以啊，这回我请你啊。行啊，咱俩谁跟谁啊？走，走。到此为止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都回去吧，不要看了啊，不要挡路，好吧？我们在宣传抗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执行任务呀，也是抗日啊。你们就这么抗日啊？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？啊？还有三，到，驱散他们。是，行了，跟你们没关系，走，再不走就抓你们了啊！好嘞。再上点点心啊。为什么？不是，好，饿了是吧？行，给你拿。快，行，先喝茶。快走，
然呢？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啊，不是，然呢？他长什么样？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？他连吃的都拿走了。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？逮着他扒了他皮！我上楼干什么呀？都下来！快！跟我走，全程给我找。哎，好。明早八点。好的，明白。好累啊，我们去吃宵夜吧。好啊，走吧，走。啊，我正值班呢。哎呀，一会儿就回来，走吧。哎，走走。庐山，庐山，庐山，副团长，庐山呢？卢英甫不在，好像去团部了。去团部了，是。他去团部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卢英富最近经常去团部。那你去吧，去状元楼，给我订个包间。是，找最好的那个。是，我马上去。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，说怕您不高兴，又拿回去了。哎呀，声东击西啊！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，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。大哥，那这是调虎离山呢。干得漂亮！大哥，这屋里被搜成这样，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人少了能搬得走吗？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？除了他，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？行，这仇啊，算结下了。去去去去去！
急。哎，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。爸，啊，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？什么呀？刚压狗的甜汤圆。三更四更半夜头，要吃汤团刚压狗。嗯，还有生阳泰的油包，四面黄香糕，水绿豆糕。哎呀，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。嗯，爸，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？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，我女儿做的事情，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、做不好的。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。爸，啊，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。嗯，玉珠啊，嗯，哎，去坐过去，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。爸，咱今天就不聊了吧。丫头啊，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，必须要直接面对。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，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。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萧寒啊？哼，冯东野。爸，我知道，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，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。啊，那次，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。喂，玉珠，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，想请你。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。东野啊，爸爸说咱们都是自家人，就不要破费了，还是在家吃吧，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。包间我都订好了，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，好不好？就今天晚上啊，晚上5点半我在状元楼等你们，不见不散。挂了。他也是好意。好意，就应该看看对方是不是舒服，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。那您觉得？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。那咱不去了。玉珠啊，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，那就还得去。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嗯，这就是狗见了骨头，原形毕露了。东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。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。包子，热乎包子，是刚出锅的吗？哎，是是是。啊，给我来4个。哎，好嘞好嘞，都热乎着呢啊。再给我2张纸。哎，好好好。老爹。嗯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。老爹，请。好。但是我觉得呀，老爹，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。
那总吃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，是不是老爹？来，老爹，坐。好。相传啊，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，路经永城。啊。二人来到此店，临窗对江小酌，酒酣耳热之际，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假玉，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，油脂紧裹着鱼块，连忙品尝，入口绵糯，香甜酸咸各为俱佳，二人开口称绝，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。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，一副赶考的行头，随即应变，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。二人听了好不开心。果不其然，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，考上了状元，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，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，让老板作为招牌，从此楼以菜扬名，菜为楼增光，生意兴隆，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。老爹，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，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。最近啊，开始学习养生，饭吃得越来越少，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。哦，所以东爷，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，少点一些，吃不了。吃不了，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，第二天热了再吃啊。越是好的饭店，好的厨师，烧的菜越不能隔夜，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，隔夜了就毁了。对，对，老爹说的对。老爹啊，玉竹，其实今天呢，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。报告老爹，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，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。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，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，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。老爹，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？该，应该庆贺一下。是，上菜吧。老爹啊，眼下呀，我们军校，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，其中一个就是我。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，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、连长啊、小参谋什么的。在军队里啊，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。好样的，来。谢谢老爹，祝贺你，恭喜。不过啊，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，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，所以我特别的自责，我特别的惭愧，我自罚。那不是你的错，主要是我太突兀了，是我给你找的麻烦。不是，
确实是我做的不好。你要是早点跟我说，我早点去办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，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。东野，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？怎么说呢，姚华康这个人呢，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，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、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，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。老爹，嗯，这个您是知道的，您跟他没少打交道。是，但是这个张恒，我们的特派员，也是我的学长，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，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，对我也照顾有加，很有大哥风范。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，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。他跟我说，东野，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，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。站住！您什么人？哎呦，长官，长官你好，我是做小买卖的，做小买卖的。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？拿出来看看。都是做饭的东西。做饭的东西。是是是，拿出来看看。哎，快点！嗨，快点！这个、我这怎么回事？哟，卢长官，这个人行踪很可疑。这不是宋老板吗？卢应夫，兄弟，没你事了，去那边吧。是，走。宋老板，嗨，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？哎呀，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，你看啊，现在城里可不太平，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。是是是，这样我们也饿了，去你那儿吃点，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。嗨，这粥还得现开火，这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，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。没事儿，我们可以等，不急，走吧。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有生意做好。哎呀哎呀，走。哎呦，回去喽。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。要说小心呐，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。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。老爹，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，我是有真凭实据的。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，我早就习惯了。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，尤其是你们二位。东野，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，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。你看看，老爹，你看看，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，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，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，对吧？你的学长欺骗了你，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，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，企图占为己有。玉珠啊，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偏见。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？嗯，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。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，
不可能。我说，那批药，被姚华康扣的药，我已经拿回来了。哼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。谁帮你拿回来的？你怎么拿回来的？嗯，我说，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？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？老铁，嗯，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暗间，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。以你自己的能力，你根本就找不着，更要不回来。是他吗？哎呦，抱歉抱歉抱歉。哎呀，老爹，孩儿，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是不是他？是的。孩儿，你能来太好了，来坐。当然，他是我请来的。今天这顿饭啊，没有他就不成席。我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，硝烟味很浓啊。啊，能别再装疯卖傻了吗？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？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。东爷，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？你这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。老爹，今天这桌菜不错呀，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。哎呀，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？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，笑一个。哎，坐吧。哎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的。对了，老爹，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。我说我们这一期啊，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，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个就是他。来，哎，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。嗯，没错，我是异业生。但是在这点上，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，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嗯。嗨，哎，董爷，菜都凉了，别说那么多话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咱们一起。别着急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急什么呀？老爹，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，有点不恭敬啊。但是老爹，有些人，有些事儿，他真的很奇怪，让我有些不高兴。我说东爷，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？王怡芳是谁啊？五年前，你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，不辞而别。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。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，男的叫欧阳怡德，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、驻华夏，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。那个女的呢，就叫王怡芳，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，长得很漂亮。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，
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，甜甜蜜蜜的，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，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称之为模范夫妻。我说的对吗？宇宙，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，你还算个男人的话，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。当然了，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，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，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，真的很难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牛肉粉来了，谢谢谢谢。我去拿糕啊。哎，你不是饿了吗？怎么不吃啊？等会儿再吃。萧寒，我的哥哥，来吧，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，这个王一方他是谁呀？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？不会。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，又聪明又漂亮。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。什么？高尚的人。高尚的人？那是女人。你不敢否认，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、同一张床上生活了四年吧？张恒跟你说的。你别管谁告诉我的，骗子！你跟雨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。你欺骗了玉竹，背叛了这段婚约，你欺骗了老爹，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。老宋啊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？哎呦，哪敢和卢长官比啊，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谁又比谁强呢？哎，您不是饿了吗？走走走，快去吃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牌坊。哪儿的牌坊？这是北平的吧？我去过北平，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。你欺骗了我们啊！你回来了，五年了，你突然回来了啊！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，然后帮你擦屁股，你把我当成傻子，你对得起玉竹吗？是真的吗？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。来，现在就是机会，都是自己家人，说吧。老爹，玉竹啊，还有东爷，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，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啊都藏在我心里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。对，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。萧寒，萧寒呀，你五年前你不是这样的，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？你现在的语言，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。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？啊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我就问你，
这个王怡芳，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？现在在我心里来说，她是的。我恳请您，我恳请您，把他跟雨竹的婚约解除吧，好吗？老爹，雨竹。我今年已经35岁了，从小到大我的心里没有过别的女人，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，你就是我的一切。知道我的性格有问题，肯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，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，我不会突然消失，跟别的女人结婚，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。得当成我的宝贝，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。雨竹，我求求你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求你了。冬野，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？我不要，我就要现在说，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跪着不起来了。对不起，爸爸。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冯冬夜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，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。感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，我要陪女儿回去休息了。老爹，嗯，你要走，也是我开车送您。不，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。我想，雨竹应该需要安静。谢谢。你都听见了是吧？对，我爱雨竹，爱得很深很深，但就是因为你，
我一直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，以为你是我的兄弟。